去洗个澡，然后去上课。我2点的课，现在是1:55，我要迟到了。我现在要走去搭巴士，希望我的巴士不要走掉，不然我就更迟了。现在已经是1:59了，不知道你们看到吗？啊，我迟到了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你看天气这么热，等一下晚上的时候又下雨的，肯定下雨。因为这几天都下雨。上到一半跑出来了，因为我还没吃午餐，然后老师给我们看电视剧，我又不想看，所以我就跑出来吃饭。天哪，太饿了。看吧，4点之后大概都会下雨的，天已经开始有点暗了。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班上，因为他们都走了，这堂课完了，然后等一下5点我还有另一堂课，所以我就直接在这里待着吧。刚刚我去食堂的时候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现在来做一下我的功课，因为下个星期就要交了，然后我一直没做完，太多了，功课做不完。我在看一套戏，叫做《丁霄大厦》，那套戏还蛮好看的，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悬疑片的那一种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挺有意思。又下雨，你看我就说吧，肯定下雨。刚刚我在上课的时候下得更大，现在小一点了，不知道这一个雨季会持续到多久，因为真的天天都在下雨。很烦。是9点多，我又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现在要去搭巴士，还在下雨，但是现在是细雨了，不是那种大雨，好惨，不然我要回家都有点不方便。我现在先走去搭巴士，已经很暗了，这里巴士来的速度也很慢，就想说走路比较快吧，我就走路了，你走快点吧，很危险。
整天了吗？上课，这就是我普通的大学日常。